看看，那小哥哥又把他的玩具全拿出来跟小猫玩呢。大宝，被玩具给包围了你。小橘子，快来，快来玩玩具，快点，快来，快来。你咋的？咋是贼木鼠眼的？这干嘛呀？这是抓老鼠来了。当子啊，这个小猫给你当枕头吧。对，小猫当枕头真好。你小七玩的真开心。小七，你喜欢这个呀？你喜欢这个呀？哟，这是一个猪哎！大王子，你看，猪尾巴，猪尾巴，抱着吧。嗯，抱着吧。大宝，这个小玩具适合你，看，都是白白的。哎呦，这啥玩意儿？割个手了。他不会使劲儿的。大王子在童话世界里面要睡着了。大王子啊，大王子被玩具给定住了。大王子啊，那大宝也被定住了。这你说你最嗨呀，还是小朋友嗨？大的就是想知道睡懒觉。起床啦！童话王国里的小娃娃起床啦，干啥呢？啊，小橘子，你要玩这个呀？给，橘子喜欢这个。男孩子不喜欢布娃娃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玩嗨了这。两个人抢了，哟，大王子你也玩上啦？大王子喜欢小猪，大胖宝宝，吃了准备嘎嘣嘎嘣的。看看他身上是啥？看他身上是啥？快抓！快抓，在这儿！哎，来，大宝，你走来走去的，大宝，你干嘛呀？大宝近视看不见。哟，这瑜伽又开始了，好直啊，这个腿。这个姿势玩娃娃，你看我们，看大王子的高难度瑜伽，还不耽误玩。大宝，大宝是安静的女孩子。这是调皮的小弟弟，这是蹲位的王子，这是顽皮的小妹妹，咔哧咔哧，咔哧咔哧咔哧，嘿嘿，哎，这还有一个静静观察的，四喜啊，你们笑到一起啊，大猫有大猫样，玩吧。